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眼睛看不清。哦，哈哈，呵呵，今天我一个人在家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看看电视，咻咻咻，看看漫画，嘻嘻嘻嘻，打开手机，哇哦，玩玩游戏，嘟嘟嘟，不休息go on，看电视，看漫画，再玩玩游戏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眼睛很模糊，看不清楚，用力的揉揉还是难受。我的眼睛看不清了。健康小战士变身。神奇道具准备。时光水晶球。淘淘，你这是用眼过度了。那我还能看得清吗？别担心，我们来帮你。哈，嘿，关闭电视，放下漫画，暂停游戏，闭眼休息，让我们一起放轻松，深呼吸，做眼保健操。眼保健操开始喽！伸出小手。你的眼睛是不是又看不清了？逗你们玩的。流鼻血，别慌张。每天起来第一件事，刷牙。不对，上厕所。No no no。那是什么？是这个。手指手指，鼻子鼻子，呦呼呦呼，呦呼呦呼，抠鼻子，抠左边，抠右边，呦呼呦呼，呦呼呦呼，抠鼻子。不好，流鼻血了。怎么办？流鼻血，不要害怕，快用棉花，快用棉花。我的鼻子是不是坏了？别乱想，我们先帮你检查下身体。健康小战士变身。神奇道具准备，透视眼镜。多多，因为你经常抠鼻子，弄伤了鼻黏膜，所以才流鼻血的。我，越流越多了。不能抬头。流鼻血，不要抬头，快快坐下，身体向前低着头。鼻子不流血了，小小鼻子作用大大，可以闻。
的。哇，真是太爽了！皮皮，快来洗澡。可是五天前我洗过了，我不洗，我要睡觉。脏脏臭臭，我们最喜欢。脏脏臭臭，是我们的地盘。冲啊！可以放可以放！哦，细菌王国，占领！万岁万岁！哦，细菌王国。吓死我了！好痒啊！好痒！这是什么？哥哥，我们快帮帮皮皮吧！健康小战士变身！神奇道具准备，纳米探照灯。皮皮，因为你不洗澡，毛孔都被脏脏的污垢堵住了，所以才会长这些小疙瘩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手上、脚上、全身都脏脏，头发、脸蛋，细菌满满，怎么办？好痒啊！要注意卫生，经常洗澡，可以赶走细菌。我要洗澡。搓搓搓搓，全身都搓搓，泡泡泡泡，到处都是泡泡。搓搓头发，搓胳膊，干干净净。冲冲双腿。全身都搓搓，泡泡泡泡，到处都是泡泡。搓搓搓搓，我爱洗澡。冲冲冲冲，细菌都冲掉。哇，皮皮变干净了，还香香的。嘿嘿，又可以五天不洗澡了。什么？说错了，说错了，我要天天洗澡。奇怪的歌声。我是小小歌唱家。我要大声唱，让大家都听见。我是小小歌唱。声唱歌啦啦啦，我的歌声最美妙，大家都来听我唱。歌声飘向海洋，歌声飞上蓝天，我要唱得更大声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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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声音好奇怪。雪莉，快喝水。我不要喝水，我要继续唱歌。这可怎么办？让我们来帮帮他吧。健康小战士变身。神奇道具准备，声音检测器。嘟嘟嘟嘟嘟，缺水，缺水。雪莉，你大声唱歌又不喝水，所以声音变沙哑了。不喝水嗓子会难受，还会不停咳嗽。声音沙哑不能唱歌，不爱喝水坏处多。我要喝水，喝甜甜的橘子水，喝酸酸的。
谢谢大家。我要小声说话，还要多喝水。爬高高真危险！哟呼，哈哈，哟呼，哈，哈，我还要再高点。爬高高，我要爬到椅子上，爬呀！爬高高，我要跳到沙发上，跳啊！爬高高，我要爬到桌子上，我要爬到柜子上，还要爬到梯子上。我没事。受伤了，伤口流血，要小心，要小心。受伤了。只是个小伤口，也许明天就好了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细菌。对，细菌会让你的伤口发炎。切，我才不信呢。健康小战士变身。神奇道具准备，光速摄像机，向前，向前，向前进攻！啊，好多细菌！别担心，消灭细菌很简单。小伤口不能随便用手揉，不能揉。小伤口恢复之前别碰水。水小伤口，垫敷棉球来消毒，轻轻贴上创口贴，也许明天就好啦。嘿，我的伤口不疼了。玩游戏不能爬到椅子上，哦吼。玩游戏不能跳到沙发上，好吧。玩游戏不要爬到桌子上，不要爬到柜子上，不要爬。你要注意安全，不要爬高高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再摔倒了。哟，哎呦，哎呀，打嗝了。哇哦，野餐喽！哇，哎呀，我把果汁忘在家里了。没事，我陪你回去拿吧。皮皮，你可不要偷吃哦。放心吧，我才不会偷吃呢。我受不了了。糖果、爆米花、巧克力，全部放进嘴巴里。果酱、冰淇淋、小蛋糕，全部吞进肚子里。吃光 ，yummy， 全部吃光。好吃。皮皮，皮皮，你怎么把东西都吃光了？对不起。健康小战士变身。神奇道具准备 ，X 光手电筒。皮皮，原来是你的横膈膜在抽筋。横膈膜？一定是你吃的太快或者太饱，导致横膈膜抽筋了，所以才会打嗝。我该怎么办？为什么会一直不停打嗝？你
吃得太快又太多，不停打嗝真的非常难受，谁可以来帮帮我？张大嘴巴喝水，喝水，小口小口喝水，一口两口，张开双臂呼吸，呼吸，悄悄来到身后，人呢？做个鬼脸，一二三，吓他一跳。大哥快停下！哎，我好像不打嗝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皮皮，以后吃东西要记得细嚼慢咽哦。好好好好好。